下次尽情猜猜乐抽周卡的活动哦。我请兔宝弟写十个数字哦。如果是新同学，真的有时候比较不准。兔宝，你看兔宝爸这边还有一张2000块的刮刮卡还没刮，有空再刮，有空再刮。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帮兔宝爸集气一下，兔宝爸整本的刮刮卡，这2000的哦，整本的哦。如果今天晚上兔宝爸整本的2000块刮刮卡有刮中100万台币以上，100万台币哦，中奖金了哦。今天有来上我直播、有在聊天室发言的人，都会送一张月卡。哦，这是整本的，晚上兔宝爸要拍影片开箱。如果今天兔宝爸刮2000块的刮刮卡，整本有中100万台币以上的台币金额，我今天有来聊天室留言参加活动的人，我就每个人送一张月卡给你们。这真的是一本哦，你们看哦，兔宝爸这个真的是一本哦，一本哦，这是整本的哦。未拆封的哦，你看都没拆封哦，没拆封哦。所以如果中100万台币金额以上哦，有中奖，今天有来聊天室留言的，我会看名字，每个人送一张月卡。这真的是一本哦，你们看这个厚度，真的是一本哦，还没拆封哦，刚买回来而已。好，兔宝弟已经把数字打好了，这次拆周卡哦，周卡哦，这次拆周卡哦，拆周卡，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今天兔宝爸晚上要吃年夜饭，你们注意看一下我的打字哦。好，聊天室先点名，在的打一下在，先点名。新同学，抱歉，我游戏规则没办法再讲这么详细，所以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玩，很简单，就是不遵守我们管理员的规矩，不要被禁言就好。因为这个都有直播回放，兔宝爸会去看你们的直播回放啊，啊，尽量不要刷荧幕哦，不要狂刷啊，啊，也请管理员注意一点，如果真的你要进他眼，一定要多次提醒。哦，兔宝爸画面稍微跑掉。好，准备哦。猜猜乐开始，这一场是周卡，这一场是周卡，好，猜猜乐结束。好，我再讲一下，避免等一下吵架。你们最后的数字是以兔宝爸的直播画面为主，你们最好不要吵架。如果有吵架，管理员提醒多次不听，你们就会被禁言哦。是以兔宝爸的直播画面为主，最后的结果你们一定要注意哦，不要这个时候被我们管理员禁言，你就没办法得到月卡了哦。龙龙龙龙，你要第几个位置？1到10选一个位置，龙龙。
龙龙直接打出来，你要看你要打第一个位置还是第二个位置，打清楚，因为这样直播回放大家才看得到。你要第几个位置？好，第五个位置。好，龙龙选第五个位置，因为杜宝宝把握时间。第一个位置三号，以兔宝爸直播画面为主哦。第二个一号，第三个七号，第四个九号，第五个十号。哦，这是第一场的猜猜乐周卡活动，你们看一下。所以在我猜猜乐开始跟结束区间，哪一位同学第一个先优先猜到十号的？哦，今天有过年时间有得到周卡的人，要说声聊天室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，也感谢大家哦，恭喜青蛙。兔宝爸每一场的那个猜猜乐的得主，我到最后都会贴在那个我们的社群贴文上面。来，青蛙给 ID， 青蛙给 ID。周卡三张哦，周卡三张，月卡一张，然后听好，同一个比赛项目的人只能得到一张周卡，所以青蛙的周卡部分不能再得了哦，他可以直接拼月卡哦。同一场同一种的比赛最多只能得到一张周卡哦，青蛙你要了解哦。可是你也可以下来猜啦，可是你猜中了没办法获得周卡，就是给第二个猜对的人得到周卡。管理员的部分又符合加兔宝弟，加兔宝弟有同时七个人在线就会启动抽管理员。可是青蛙要先等，因为兔宝爸今天时间真的有一点不太够，我先把月卡储值完再讲好不好。我们先把月卡送出去，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对，因为兔宝爸要看一下直播时间，反正我要给管理员的部分，我一定都会送出去。兔宝爸不缺那些钱。因为兔宝爸今天时间有一点比较来不及，所以我先把月卡送出去，因为月卡很重要。目前猜猜的周卡活动有三场哦，目前第一场得主是青蛙，所以青蛙不能在猜猜的周卡活动不能再得第二次周卡了哦，他只能进行那个猜月卡的活动。如果是老观众应该是大概都听得懂。抱歉，我聊天室画面占理哦。然后如果是新同学，你们比较搞不清楚，去看我直播回放，你们最后的数字结果是要以兔宝爸的直播画面为主，不是以你们的手机哦，因为手机每个人的网络速度不一样哦，是以兔宝爸的直播画面，所以你要看一下兔宝爸的直播回放哦。然后兔宝爸如果真的今天2000块刮刮卡一整本刮中100万台币以上，应该会上新闻啊。然后今天有来聊天室留言的哦，我每个人都会送他一张月卡。对哦，如果有中100万台币以上啊，应该会上新闻，因为兔宝爸会把影片 po 在网络上。然后今天有来留言的人，我每个人送一张月卡给你们。对，因为你如果中100万 po 上去一定会上新闻啊，是确定会上新闻。因为目前还没有直播主这么狂中100万敢 po 上去。对，因为中100万绝对会上，不管是 po 抖音那种绝对会上新闻。
哦，恭喜兔宝爸中两千万，哇！谢谢谢谢，哇！两千万真的，其实能中一百万真的很厉害了，其实中十万就很恐怖了。哦，青蛙储值成功哦，储值成功。好，我再请兔宝弟写第二组的十个号码。参加猜猜乐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你不要被我的管理员禁言。哦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被禁言就没得玩了嘛。啊，没得玩，没得玩，你就没办法得到周卡。包含说今天是猜月，而且过年的时间我会看状况，或许。大年初二也是有拆月卡的活动哦，不然就是过年时间每一场直播都有拆月卡，这个我都当天才会告知哦。如果是老观众知道兔宝爸的风格，我的比赛内容都是当天才告知，或许我过年时间每一场的直播都有送月卡都有可能。好好好，来第二场哦，这是第二场猜猜的周卡活动哦。对，要安静一点，再猜猜乐，就大家真的要安静。好，聊天室点名。哇，天哪，天哪，好多人哦！现在是周卡，等一下。周卡送三张，等一下才是月卡。然后第一场猜猜的周卡得主是青蛙哦。好，准备了哦，猜猜的开始。录制最后的结果是以兔宝爸直播画面回放，不要看你们的手机哦，这点我还是跟你们讲哦。猜猜乐结束。好，我选一个观众来挑位置。那个日文的招财进宝，招财进宝你要第几个位置？日文的，因为兔宝爸不会讲你的日文。招财进宝就是你的名字 YT 名字是日文，因为兔宝爸不会讲日文。招财进宝你要第几个位置？第七个吗？好，对，老观众了，我们时间不要拖太久。直接公布啊，兔宝爸在送周卡最爽快。要以兔宝爸画面为主哦，看不清楚去看直播回放。第一个是2号，第二个是7号，第三个6号，第四个1号，第五个5号，第六个8号，第七个10号、哦、然后第七个3号9号4号看不清楚，以兔宝爸的直播画面可以看直播画面，我尽量拍清楚一点，不要以你们的手机为主哦，是以兔宝爸的哦。我尽量拍清楚一点，怕有争议，因为这直播可以看，第一个是2号、7号、6号、1号、5号、8号、10号，第七个位置是10号。
十号是谁？十号是谁？谁是对我猜猜乐开始到结束第一个？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恭喜齐宏，齐宏改名了啦，他现在叫酒窝，所以我也是习惯叫他 YD 的名字。齐宏也是兔宝爸的老观众了。今天的猜猜乐的全部结果到直播结束，兔宝爸会把今天的结果 po 在我的社群贴文。65085764799，哇！苹果岛指着你，你可以跟你爸爸妈妈讲，可不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猜猜乐？因为等一下猜月卡了，你月卡没来猜，你会很可惜哦。你对，现在还是周卡哦。等一下周卡预计送三张哦。等一下月卡哦，如果你月卡没来猜，会蛮可惜，毕竟你也跟直播跟这么久啊。对啊，如果真的不行也没关系啦，兔宝爸后面其实后面不只送一张月卡啦，后面还会再送，我都当天直播才会告知。不能拆零号，和平妹妹不能拆零号，没有零号这个东西哦。好，抱歉，我聊天室占你，因为毕竟我储值快一点，我们就赶快进行下一场嘛。其实这个东西只要大家遵守游戏规则，再送周卡很快，兔宝爸再送周卡都蛮干脆，不会拖泥带水。然后兔宝爸晚上如果我会拍摄影片嘛，如果我的2000块刮刮卡整本如果真的有中100万台币以上，其实我会公开啊，100万以上没有多少钱。如果真的有中100万以上的金额，今天聊天室有来点名的人，有来参加留言的人，每个人都会看留言的名字送一张月卡给你们。啊、今天刮刮卡的影片后面我剪辑完成，我也会上传在我的 YouTube。 因为我原本是想说中100万以上每个人送周卡，可是兔宝弟帮你们争取福利，他说中100万竟然送周卡太小气了，所以我想说如果真的中100万以上就每个人送月卡。抱歉哦，我聊天室占领，我看不到画面哦。好，酒窝储值成功，酒窝储值成功。如果中1000万以上哦，哦，如果1000万以上，那就今天有来游戏点名的人，就每个人送两张周卡，两张月卡，两张月卡。对，如果中1000万台币以上啊，就今天有来聊天室留言点名，每个人送两张月卡。好，请兔宝弟。写第一张组猜猜乐周卡的数字，这是最后一场周卡，等一下要猜月卡了哦。
对，这是第三场哦，第三场猜猜乐周卡活动哦，第三场。哦，两千万。哦，两千万，兔爸爸真的，其实兔爸爸没有想过这么多啦，大概都想到一百万，我觉得一百万比较可能，因为抖音好像我看有人真的有中过一百万，可是一千万真的兔爸爸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只是说你们聊天室稍微讲一下，所以真的兔爸爸觉得如果真的能中到十万块以上都算还不错。好好，兔宝弟第三组的猜猜乐已经写好了。好，这是第三场猜猜乐周卡活动哦。要看我的打字。好，聊天室点名。好，准备了哦，大家不要乱打字哦。猜猜乐开始。其实如果常参加兔宝爸活动的老观众久了就知道游戏规则，很简单啦、啊。兔宝爸你符合我的规则，我再送周卡，很爽快啦，不会拖泥带水。猜猜乐结束。好，我挑一个观众来选位置哦。好，佳琪，你要第几个位置？佳琪。佳琪，你要第几？好，第五个位置。好 ，OK， 我们让美女优先一下。第一个位置是六号，第二个位置二号、四号、九号、八号，然后再来是七号、十号、一号。三号、五号，所以第五个位置是，我看一下，六，是八号。你们看不清楚，以兔宝爸的游戏纸，不要以你们的手机哦。是以兔宝爸的画面为主哦。六号、二号、四号。九号、八号、七号、十号，你们如果看不清楚，回去看 YouTube 的直播回放，兔宝宝事后也会再把猜猜乐的这个字条贴在公开社群里面。好，金座神，恭喜，来，给我你的 ID。以兔宝爸的直播画面为主哦，这点很重要，不要看你们的手机哦，你们要点我的直播回放哦，点我的。天哪，我跟你们宣布一下，今天那个星座神同学他已经得到两张周卡，包含这一张，他是单人吃鸡第一场得到周卡，然后猜猜乐第三场得到周卡。然后第二个同学是那个邱思义同学。邱思义同学今天也是获得两张周卡，一个是单人第二场跟双人第二场。好，等一下储值网就是月卡了哦，月卡很重要。
月卡真的很重要哦。然后月卡的部分，兔宝地会下来一样，他会下来拆，可是位置不会他选了、啊，这你们放心。因为兔宝地他兔宝地会下来拆月卡，兔宝爸过年的时候这个活动会很多。如果今天都没拿到没关系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机会。还有包含说我每天的比赛前面两场都会让管理员下一轮，所以我管理员得到周卡的机会会比一般观众多一点点。我每天直播比赛前面应该都会先排经典排位赛周卡，所以我的管理员在得到周卡的机会会比一般人高一点点。等一下我储值网就是要进行那个拆月卡的活动，是月卡哦，很重要哦。然后请今天有得到周卡的人，请要在聊天室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。然后你是猜猜乐，你要感谢那个帮你挑对位置的那一个人。如果知道他的名字，直接打一下名字，比如说我谢谢佳琪，因为佳琪选中那个位置，那让你得到那个周卡嘛，就是要稍微指定一下，跟他说声谢谢。如果管理员加上兔宝地有符合七个人，就会启动管理员专门抽周卡的活动。先等我月卡全部都储值完再讲。我预计管理员的部分要送出两张周卡。如果真的今天真的都没得到周卡，没关系，后面还有机会。兔宝爸在过年的时候，这个活动真的很多。抱歉，我在储值月卡画面站里哦。储值周卡讲错，储值周卡，储值周卡。已经做成储值成功哦。哦，也恭喜今天两位同学都有获得两张周卡，一个是星座神，一个是邱思怡。所以如果有空，你们可以看人家直播回放。今天有两位同学得到两张周卡。好，今天要进行月卡活动，很重要哦。我一样请兔宝地写十个数字。好，管理员有达到七个人以上，所以等一下月卡抽完，管理员要留下来哦，管理员要留下来哦。管理员抽两个哦，抽两个，管理员抽两张周卡哦。有，等一下是观众的月卡，观众的月卡，等一下是抽观众的月卡，管理员也可以下来拆哦。好，第四场猜猜乐是月卡活动，再讲一遍月卡活动哦。你们看不懂可以去看直播回放。
月卡哦，月卡来了哦，月卡来了哦。哦，杜宝地写好了，我一样先摆在这里，等一下就翻过来就好。好，我速度讲慢一点，现在在进行猜猜乐月卡活动哦，啊，请不要说画面，就是静静的就好。然后最后的数字结果以兔宝爸的直播回放，你们不要看你们手机画面是不准的，你们要按我的直播回放为主。好，聊天室点名哦，这一场是猜月卡，月卡哦。月卡哦，是月卡哦，请不要刷画面了，就是乖乖的遵守游戏规则，兔宝宝就会给你奖励，就很简单。好，准备了哦。猜猜乐开始。好，猜猜乐结束。好，我挑一个观众来。哇，这个月卡真的位置很重要。对，猜月卡真的真的很重要。对，这个。好，我挑一个。我看一下，好，幻月，幻月，你要第几个位置？幻月，幻月，打第几个位置？这很重要哦。等一下得到月卡的人，一定要跟幻月说声谢谢哦。对，这是月卡哦。我挑幻月，幻月，你要第几个位置？好，我先讲一下，等一下中月卡的人，一定要大声的跟幻月说谢谢哦，因为真的要感谢幻月让你得到月卡。好，我翻过来了哦，兔宝爸翻过来哦，他是选第四个位置嘛。第一个三号，第二个六号，第三个八号，第四个二号，第五个七号，然后这个10号，然后1号、5号、9号、4，如果看不清楚，可以去看兔宝爸的直播回放。得到月卡的人一定要大声的跟幻月说我爱你，新年快乐，感谢你选到他哦，因为月卡真的很重要。第四个位置是谁？二号，猜二号是谁？恭喜瓦干达！天哪，瓦干达，你说你都没得过周卡，然后一下子就跳到月卡了。对，瓦干达，你说你从来没得过周卡，然后一次就直接跳到月卡了。好，瓦干达给 ID 哦，要对，要 ID 人物要跟你这个人物一样哦。瓦干达给你的游戏 ID， 瓦干达，你是中月卡太兴奋晕倒了吗？怎么没赶快给 ID？ 等一下要进行
管理员如果有达到七个人，可以管理员当等一下要留下来哦，管理员要留下来哦。瓦干达你怎么了 ？ID 给我，瓦干达你怎么 ID？ 哦，你 ID 被吃掉，哦。不要太紧张，我知道你得到月卡真的很兴奋，可是不要太紧张。管理员留下来哦，谢谢今天观看直播的观众。等一下管理员留下来，管理员要抽周卡。如果你们想留下来看看管理员抽周卡也可以。瓦干达，你游戏 ID 有没有管理员知道你游戏 ID 的？请他帮你打一下。人家管理员留下来哦，管理员留下来哦。没关系，没有周卡，后面还有很多活动，还会再继续举办。瓦干达，你不会打 ID 对吧？你应该是不会打 ID 啊。好，我请兔宝弟，瓦干达，你有管理员的好友吗？还是怎样？请他聊天。我请兔宝弟帮你打一个那个 ID 好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要赶快储值月卡给你，我要进行下一场管理员的部分。有谁有那个瓦干达的好友？不是，等一下是管理员要抽两张周卡。853，你帮瓦干达打了吗？瓦干达在吗？我先询问一下瓦干达，你有看到这个 ID 是正确的吗？请你在聊天室打一下正确。哦，谢谢佳琪跟包三三四五九二九八八七八。好，等一下管理员要留下来，管理员是抽两张周卡哦，先等我月卡储值完。管理员是抽两张周卡啊，然后有得过一张周卡的管理员就不能再得，同一种游戏就只能中一个。等一下管理员留下来哦，我先储值月卡给瓦干达。哇，瓦干达好厉害，他都没拿过兔宝爸的周卡，然后一次就中了月卡。这难道说人家俗称说的新手运吗？好，我确认游戏 ID 是 YG 凯凯队，那是瓦干达的游戏人物队。兔宝爸在买周卡，其实都会出现你游戏人物名字。如果错误，兔宝爸输入游戏 ID 就会发现。因为信用卡这个公司就会马上就会回报。好，等一下管理员留下来，抱歉，我画面暂离，我看不到聊天室画面了。等一下管理员是抽两张周卡哦。他、啊、有中到一张的管理员就不能再中第二张了，可是可以下来拆啦，拆好玩。因为兔宝爸今年会把管理员的特色跟福利做得好一点点，就是
多给管理员一些福利，可是不是直接给管理员周卡，就是他会比一般观众多一些机会。也感谢你们帮兔宝爸宣传我的频道，只要兔宝爸订阅数越高，你们也会跟着福利更好，让观众也会得到更多的奖励。然后大年初二，兔宝爸会找个时间，会抽那个有期限制的管理员，六个月的。以后的永久性管理员，兔宝爸应该会以这个来做评估，就是你先当我六个月的期限制管理员，我先评估看看。如果你真的很棒，时间到，我会给你一张周卡，包含把你升为永久性的管理员。因为兔宝爸会观察那你那六个月的表现，是让觉得兔宝爸觉得你当我的管理员是有加分的，而且加很多分。那兔宝爸就会归还你一张周卡，把你升为永久的管理员。好，瓦干达处置成功。哦，没有看到，去看我直播回放哦。瓦干达要跟大家说个新年快乐哦。今天没有托管理员，是大年初二。好，管理。好，我请兔宝弟。一样，管理员现在几位？等一下我直接点名一下。等一下我用打的。好，管理员点名。八位，七位啊，刚好七位呢。好，我请兔宝弟写七个数字，是七个数字哦，一到七，七个数字而已，因为七位而已，不要太多，不然会猜很久，不然写太多会猜很久啊。好，兔宝弟写完就一到七，七个数字而已哦。好，不要说画面，不要说画面，不要说画面，准备哦。管理员猜猜乐周卡开，就一到七哦，七个数字哦。管理员猜猜乐周卡开始。好，管理员猜猜乐周卡结束。好，来，好吃薯条，你要第几个位置？一到七。一到七，看你要第几个位置。没关系，因为都是管理员，所以兔宝爸的条件放松一点点。第三个位置吗？好 ,OK。第一个是二号，
第二个七号，第三个是四号，六号，一号，五号，三号。兔宝爸这个猜猜乐结果到时候会公布在我的公开社群里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位置，四号谁先知哦？我这边就直接看得到。好，薯条，薯条来，薯条 ID。King 应该是不小心按到删除了，没关系，不要做太多的遐想，没关系。好，薯条给 ID， 因为毕竟娱乐啦，娱乐高兴就好。好，还剩最后一张周卡哦，薯条你得到周卡就不能，你还可以猜，可是就没办法再得到周卡了哦。兔宝爸管理员就送两张周卡，重复得到的人不能再得第二张，同一个游戏哦。对，同一个比赛项目最多就只能得到一张周卡，这一开始就有讲了。好，我先等我一下，我用最快速度储值周卡给薯条，还有一张给管理员哦。然后过年后面还有拆月卡的活动啊，至于是哪一天，我现在先不告知，所以就看运气了。刚好那一天我有拆月卡，你们有跟到直播就跟到，没跟到就是别人的机会。哇，今天的比赛真的很。一定要符合七个人在哦，我都会点名哦。对，如果没有符合到七个，我就会延续到下一次。毕竟这是给管理员的福利，可是兔宝爸给福利不会做到完全免费，还是会加一点点小小的条件啊，不要说免费送给你们周卡。因为毕竟兔宝爸是娱乐台嘛，自己举办比赛，所以你要得到我的奖品，一定要用比赛的方式来获得奖品。我都会经由一些比赛的方式来送一些小奖品给你们。然后我因为现在观看直播人数的人越来越少了嘛，我还是跟你们管理员讲一下，后面还是有拆月卡的活动哦，所以至于是哪一天我先不告知，或许大年初二那一天我又跟观众讲那天有拆月卡哦。哦啊，所以后面还是有拆月，所以我先跟管理员告知一下，后面还是有拆月卡。那或许后面还有管理员专属的活动哦，可是我都当天告知，可是管理员一定要符合，加上兔宝弟要有七个人在线才会启动这个专属给管理员的。也感谢管理员陪兔宝爸观看直播撑到最后。子琪没有了哦，目前兔宝爸在进行专门给管理员的周卡活动。也感谢今天大家来观看兔宝爸直播，如果看不清楚可以看一下直播回放。先等一下我再储值周卡哦，我储值完我才会进行下一场的那个猜猜乐。好吃薯条，储值成功。好吃薯条，你要在聊天室跟管理员他们说声新年快乐跟谢谢哦。
好，我请兔宝弟写第二场专属给管理员的周卡活动的号。兔宝爸，这一场送完周卡就要休息，要吃年夜饭了，一样七个数字哦。我用打的，这样看直播回放比较清楚。好，兔宝爸、兔宝弟写好七个数字，七个哦。好，我直接准备哦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不点名了，直接开始。管理员猜猜乐周卡。开始，赶快有两位管理员没打哦，都打了，好，抽卡猜猜乐结束。对，有超过七个，有七个，对，因为好吃薯条已经得到，他可以玩啦，可是他不能猜啦，他可以玩一下，他可以玩啦，因为好吃薯条可以下来猜，可是他没办法得到周卡，月卡抽完了哦。好，哦，苹果刀使者，你要看看一下回放哦，看一下回放，好，挑一个选位置。对，挑一个选位置，我们管理员只要选位置，那就给。哎 ，King 给你选 ，King 你要第几个位置？King 你要第几个位置？没关系，这个猜猜的活动以后会常态化。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啊，我拍清楚一点。第一个四号，第二个七号，第三个三号，然后二号、六号、一号，这个是五号。哦天哪，你猜到兔宝弟哦，他不是爽死了。对，因为在管理员部分他要参加。对，因为这是专属给管理员的福利。啊，兔宝弟只猜月卡跟管理员，因为毕竟他也是蛮尽责的管理员，他每一场的活动都有参加。哇，他第一次得到这个，他心情很兴奋，因为他也是都照比赛规则走。啊，恭喜兔宝弟。好，等一下我处置一下，兔宝弟把 ID 打上来。管理员的部分应该是大年初二啦，可是我等当天再告知。然后以后猜猜乐的活动会常态化，所以今天没得到周卡的人没关系，后面还有，所以不要因为一些没得到就觉得心情会比较不好一点。等一下我组织周卡给兔宝弟。然后今天猜猜乐的活动我都会写在那个公开社群。17799。没得到，后面还有，不要
不要太紧张。只要兔宝爸的订阅数有稳定成长，其实这个活动都会持续举办下去，就早晚有机会啦。只是说有些人真的实力很强，他不管是技术实力还是运气都很强，所以他得到周卡的机会真的比一般人多很多。我先处置一下给兔宝弟。只要去参加兔宝爸游戏直播很简单，就是尽量照游戏规则走，还有符合游戏规则的条件，我都会把奖品送给你们。哦，也恭喜瓦干达，哇，瓦干达竟然都没得过周卡，一下子就抽到月卡，真的运气也很好，真的恭喜人，说恭喜，哇，真的抽中月卡的人真的很棒。然后我跟管理员，因为毕竟今天观看人数比较少，其实后面还有月卡，我还是直接跟你们讲，后面还是有月卡。啊，至于是哪一天有月卡，我现在就不先直接告知，没有像昨天就直接讲说今天有月卡。所以如果有跟到直播的就跟到，如果没跟到没关系，就等下次啊。可是过年后面还有月卡，还是有月卡。好，苹果到死神，拜拜，安安哦，拜拜拜拜。对，毕竟比赛哦，难免会有输跟赢，还有毕竟奖品，可是不要因为没拿到奖品而气馁，反而你们要尽量是希望兔宝爸的 YT 频道能永久经营，因为永久经营你们才有永久的周卡活动可以进行。如果真的兔宝爸没有在经营这个游戏，你们就没机会可以拿到周卡。好，兔宝弟处置成功哦，要在聊天室跟大家说声谢谢跟新年快乐哦。因为兔宝弟刚才抽到他高兴的从他的房间跳出啊。既然有人猜到他的位置，他很开心。好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拜拜拜拜。